大家好，我是 YY6620 的纯粹，现在给大家录制一个登录 LL 台服的教程，大家看好了啊、现在我给大家示范如何登录 LOL。 现在打开这个官网、打开这个 YY， 打开 YY 以后点一下、台服登录器。台服登录器的话就是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的话可以直接点击下载、立即体验免费下载，就会下下来这么一个东西，它会下下来这么一样东西，就是我现在桌面上看到的这个。虽然说大家看到这个字好像有点错误，但是它这个字台服的字就本来就这样的东西，然后就大家都看不懂，就是个十字通。然后打开这东西，打开这东西以后它会跳出一个东西，你可以立即建设账号啊，立刻建个账号。因为它这个就是跟我们传说中的 QQ 一样，跟我们 QQ 一样啊，有些人他这边会设置、有些人会设置成别的文啊，别的文，大家设置成中文。第一个是电子邮件，电子邮件，第二个是登录账号，第三个是登录密码，第四个是登录密码。这边可以设置成各个地区，但是就是危险啊，有日本，但是就是没有中国大陆啊，就是没中国大陆，这有点坑啊，这我表示日本人是坑了啊。我表示那个台湾人是坑了啊。那果断这边的话随便可以登一个，随便可以注册一个，这边然后注册用邮件注册啊，邮件箱注册，也可以用 QQ 也可以注册。然后这是你的登录账号，登录账号主要是英文，主要是这个账号，就是你登录时候账号，还有密码可以自己设置。然后这边是一个那个码点好以后，我先给大家注册一个。点击同意登录，登录以后，它这边显示一个立即登录。它这边是第一个是账号，第二个是密码，这个就不用管它了，这个主要就是已经不用管它了，这个就可以直接关掉了，因为现在没用了。然后你就可以用这个登录，用刚才登录账号密码登录啊，直接可以进行登录。登录的话，这个登录的话，主要就是不用代理，也是可以登上去的。不用代理也是可以进行一个登录的，也是个登，这时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。然后下来点一下这个，打开这个以后，它里面有个押报文件，就是这个伴侣免费代理3.2，打开这个。如果在网吧的可以用网吧解除限制，如果在家的就直接打开这个就行了。打开这个代理以后，主要是这边有点卡，网速也不是很好，我家网速不怎么好，知道吧？然后不好的话，下那个英雄联盟ping也就70多、70-80，然后基本上国服能玩，台服应该也能玩，直接台服连接，它这边显示连接成功。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啊，你们下载好这个东西了以后，它这个设置不是台湾，它可能设置在别的地方，你要这边区域设置一下，设置成台湾。这边一般都是改繁体，然后区域改成台湾，点击确定。确定以后呢，然后它这边就会多出这么多来。主要有些朋友喜欢玩地下城，所以说就会出现这种情况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是很简单，就是点一下这个，不用进入这个官网，这个官网主要是给你看公告的。去这个官网里面下游戏，它这边看好了，3、2、1，好一样的。已经可以了，我主要是已经下好英雄联盟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列表，这边列表是1、2、3、4，这边有4个，基本上第4个，这个是下载英雄联盟，直接点一下就行了。下来的时候大家注意了啊，它那个码是乱码，它那个下来的文件是乱码，是个乱码，所以说大家不用在意，只要按普通下载的程序走就行了，把那个分在一个盘里都可以了。以后反正凡是要登录台服，只要点一下这边，不用去那边
不要去，不用像国服一样再去打开一个文件，去打开那个英雄联盟，打开来这边果断应该是还没有出现，最近还是没有找到台服的那种显示那种打野啊，显示那种打野的那个时间还是没有设置出来，到时候如果找到好的，我还是会给大家发送一个公布啊。然后这边的话可以输入一个名字，名字的话就叫纯类吧，好吧，小纯类，果断要三个字啊，三到四个字，果断可以点击进入。台服专区很奇怪啊，他们不像我们国服有个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的大区，七个八个九个十个的大区，它只有一个大区，只有一个大区，所以导致说国服的精英和垃圾全部集中在一块地区，所以说就是说不会出现一种很乱七八糟的情况，不像说那个国服一区二区，哇，大神很多对吧，高手很多，然后到后面区越后面高手有，但是比较少，占少部分。他这边如果你打上去排位打上去以后，可能就会碰到台服那些打专业比赛的人，有可能会跟你排位排到一起，就是个很现场的一个事情。就是说大家可以互相切磋，互相交流交流。还有这边的话温馨提示一下，就是说大家如果在台服玩游戏的话，就是说千万千万不要跟台湾的朋友们发生口角，因为大家本来就知道台湾和大陆这种关系本来就不是很密切，但是有些就是说一旦说就是说打得稍微有点不顺手的时候，就会开始喷对面的或者是喷自己的。这边是点一下确认。134ping啊，134ping，就是刚才登录那个 ping。我家有点卡，我开的东西多，所以说 ping 还是有点高的。如果说你家 ping 低，你家 ping 比较低的话，那个 ping 也是特别低的。你看 ，FPS 反正都是跟国服一样的。这边直接可以登录。今天是国服更新，台服不更新，所以说大家想玩的朋友可以玩一下啊。就是说，其实台服这边也是蛮文明的，大家。其实台服里面玩游戏的人也是蛮不错的啊，因为我也曾经跟他们打过几把对路啊，虽然说我这个人比较菜，专门被他们虐，但是我感觉玩个游戏嘛，对吧，大家开心就好，是吧。好了，今天的教程就给了大家录到这边。